这班同学的影片我们放在这里哈，就是各位进来在老师共享资料夹里面有个栏目影片就在这边，啊，你当然你可以先加一下。那么顺便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如果以后，因为我们说今天我们下次了哈，甚至下次我们都可以带来。那你要拍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是，拍的人一定要就是让你的摄影机里面画面就是那个观景窗都是满格的。啊，你不要尽量不要，比如说爬到这边来。好，那第二个就是人尽量站中间一点，啊，站中间。还有呢，你人站的时候尽量不要站离那个木太近，甚至有的就靠在墙壁上那一种，有没有？因为你如果完全靠在上面或者太近的话，会产生什么阴影？对，我们灯光照下来就是阴影会投在那个木上面，那这样你要去掉之后效果就会比较差。再来还有木，我们会尽量就是拉伸。尽量拉伸，不要这样有这样皱皱的。你们有没有去照相馆照拍过那个照片？它有没有很多那个木就是用剪的，有没有皮的啊？好像皮的那种剪下来啊。好，那个道理跟这个一样的。像以前我们早期拍身份证，后面都是用蓝色的，是不是？以前一段时间就是前几年在换身份证的时候都改成那种白色的嘛，对不对？但早期都用蓝色的，啊，所以它就放一个蓝色的木下来，跟那概念是一样的。啊，只是说需要这个木的大小的问题，所以你在拍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要注意一下。那当然，被拍的人怎么办？放轻松。哎，因为很多人都大家都习惯怎么样，坐在下面嘛。你真的要站在上面的时候，有些人上来就不知道干嘛好。哎，手都要摆哪里，都要站哪边，那脚都要摆哪里啊，或是动作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要练习啊，对不对？你多练习多练习，胆量就会比较够。所以我们啊，我已经发现另外一个公主了，在那里。他们的女主角我发现了，还有男主角找到说女主角又找到，太好了，他们两个可以擦出火花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请他们上场，谁要帮他们拍呢？有没有谁会帮我们拍一下？我们刚刚把这个影片拍完了之后呢，这个一样把它有放在就是这个栏目影片里面哈，你看那个时间比较新的下午的就是你们班的哈。那这个呢又是16比9的，我们先稍微看一下，简单看一下。还没走出来就相信没有。你哪相信？相信哦，在后面，好，在后面。下面你们今天过 OK， 哦，总算有一个 OK 的，只剩最后面的，你看这都是用偶吗？总算他比较笑的哈，好 OK 啦。所以你看一下哈，我们现在来看看你这一段呢，你一样可以把它丢进来。好，我们就把它接起来。那前面呢不 OK 了，我先把它放到最大哈，预设的大小，显示全图来维持宽高比，这样比较瘦一点。好，那你看这前面就没办法去掉，因为旁边弄太多了哈，所以我们把你进来复叠之后，就像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哈，你能够切割，好，差不多，在前面一点，好，这里还有一点点。OK， 你看的话像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去掉了，你看进到这里面来拍完布碟，啊，完蛋了，这个颜色不怎么好，稀的，有没有？好，但是它的黑色实际上有一点点轻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哈，那我就不要去那么多，不要去那么多。好，这样稍微好一点。好，那你进到这边呢，大致上像这样套进去。那么套好了之后呢，你可以先看看说，哎，他们的效果如何。好，那比如点进来就稍微把它拉下来一点。试一下你进到复叠之后，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进到复叠之后，这里会有一个框框，有没有？会有一个框框。
这是什么框框呢？这个叫安全框。安全框，所谓的安全框就是说，因为早期我们的那个什么电视啊，是不是都是那个印象管的那一种，所以会有一个曲面。那影像到比较旁边的地方的时候，就会造成什么？造成扭曲，造成扭曲啊！所以它会建议你的字幕也好，或者是你的影像，尽可能都在什么，在这个框框里面比较 OK。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液晶屏幕变装电视的，其实就没有差，就没有差。但是早期的，所以一般还是会尽量把它挤在中间，不会说靠在旁边嘛，还会留一点边界这样子。这样了解了吗？啊，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其实这个效果就还蛮不错的。所以你们两个想要去哪里玩？帮你换个背景吧。要写信名下，拿掉。哎，换你。有没有？当然你后面放里面也是 OK 的哦。好，所以如果你要把后面放气象报告啊，或者像我们上个礼拜有看过那个人啊，如果万一以后他们有结果的话，就可以在这边拍那个播他们的影片呢。好 ，OK 了哈，给各位参考的话，那你可以发现像我这边有没有不同的背景之下，他可能有些去的不完美的，哎，就有点就可以看到了哈。好，那当然这段影片呢，我稍微看一下啊，你看这个相似度，你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用30，可是你看在黑色的上面有没有发现这旁边有一个蓝蓝的，对不对？那你可以把这个相似度呢，你再提高一些啊，比如说直接变70，有没有发现旁边就去掉了，对不对？啊，这就很明显了。那你也可以先play看看说，哎，到底这个效果如何？不过他们两个眼神从未交汇过，所以这个很怕。他看他就跑这边，等一下问他看他就跑那一边，所以可能要喘的机会也许不见吧，我不知道，这样手电棒点点烟火不好。好，有没有眼神都没有交汇过嘛？好，很好。好，那所以其实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像你说你要变大一点、小一点都没有关系，甚至你要在他上面加特效也可以哦。比如说你看我们的编辑这边，它有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哈，有那个特效，我们上次有那个视讯滤镜有没有？比如说你想要变成很久以前的照片吗？很久以前，我看一下旧底片有吧？我们以前用过啊，你就丢给他。哦，然后呢，遮盖还是要套进去啊？糟糕，但套进去这边就曝光了哈。这个。然后还原一下，好，好，那事实上一般因为都有模套遮盖会这样的，那它也可以做动画哦。你看我们的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做动画，事实上它怎么进来，怎么出去，这都可以。好，所以你如果播的话呢，它就是它会从前面这里有没有这样进来，对不对？然后再出去就带出场了，再看。这样会有带出场的效果，看一下啊，就是中间你看到所谓复叠，中间这一段就是停留的时间，那怎么进入怎么出去，就是在前面这一段。所以如果不需要那个站的时间太多，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稍微拉长，那这样他们进来就会比较怎么样，比较快一点，对吧？然后呢，带出场的时间会比较快，了解了哈，好。所以你可以自己玩看看，好，可以自己先再玩一下。